演戏经常用这些东西吗？一拳打的吐血，哗！就是我演那部戏，我好像是，他们特别可爱，说我吐了多少次血，100多次而已。其实我知道这是一种表演的一个形式，但是比如说我受伤什么程度，或者我哪里受伤了，或者我肺受伤了，心脏受伤了，或者这个中毒哪里受伤了，是怎么才会吐血？其实生活当中我还真的没有见过谁生活当中吐血过，我是没有见过。但是在演戏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其实知道这是一个那个表演方式。你们通常怎么弄？让专家鉴定一下。我们其实那个就是都会有方法嘛，那术业有专攻嘛，因为我每天可能就要吐几百次。是在里面嘴里面含一个什么血包吗？它其实这个是能吃能喝进去的，弟弟肯定也知道。对，但我之前吃过一个过期的，是咸的。真的有那个糖浆会过期。这还有神器哦，你们是吃的这个吗？哦，我们不是，我们不是。这我们直接这个很高级啊，这个。哦，你们要吗？带回剧组。那这个干嘛用啊？演戏的时候吃到嘴里，一拳让你们吐血还是应该流血？其实这个会方便很多哎，你这样的话它不会影响你说话。这个是不是成本高很多？我们剧组的化妆组可能是不舍得给我们用这个。